Yo. 你妈想妈妈啦。嘿呀，今天也是熊熊 ，yes。最近疯狂喜欢这件衣服，所以就一直在想尽办法穿这件衣服出门。任品君是什么时候变成小帅锅了？我是发现我现在认任品君的方式是用那个米字号在认，是不是有点好笑？我跟你们说，我这两天都在除旧布新，就是各种整理房间。你们这两天也在大扫除吗？我现在在，就是这两天在整理出那个原本想当化妆桌的地方，就是原本想要有另外一个直播的那个空间，所以我这两天就一直在整理那个地方。然后我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要在我房间打造出一个小小摄影棚，就是自己弄白墙啊，然后自己做一些装饰。这两天发现它跟各种大地色的东西都很，就是买，是我们成员自己本报应吧。